翻嘅電話啦，咁佢就話喺澳海城附近，咁我就搭咗車嚟澳海城呢度揾佢。哇，好瘦啊！呢、這個人睇下，減肥成功啊！你做咩唔拍我？我個表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歐恩。咁今日咧就係會拍我喺香港日常嘅 vlog 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就約咗 pizza 出嚟食嘢。咁食完嘢之後咧，可能會翻公司，跟住之後就可能夜晚會再約朋友嘅。今日大家就同我一齊過一日喺香港嘅日常嘅生活啦。我哋今日去嘅 cafe 係叫做 The A L P A E I O U， 係 D 啊，係咪 ？D 被糾正。我都不知道，我都是隨便說。然後我們現在在 SOGO 那裡約了見，然後現在就走去謝菲道那裡去找這間咖啡。其實我自己都比較少出港島，不過很緊張，第一次在條街上拍片，最在香港。當你覺得不舒服的時候，是代表你要跳出你的舒適圈的時候，很長期都不舒服，代表你的成長感。其實我的心智是比正常人再高很多，就是長期都不舒服，長期都在挑戰自己，長期成長中。正現在銅鑼灣都很多店鋪沒開啦，又或者是即係結業啦，都是我今次回到香港見到一個即係同之前我回嚟香港很不同的情況。因為未出過嚟銅鑼灣翻嚟咁耐，翻嚟出了一兩次，因為其實有過嚟銅鑼灣呢一度睇鋪嘅，咁尖沙咀同埋銅鑼灣其實都有去過，咁其實尖沙咀都幾多吉鋪。咁我哋而家過去間咖啡，去到咖啡嗰陣時再影俾大家睇啦。炸魷魚啊，即係洋葱格格咁嗰啲。咁我哋而家咧就食完嘢啦，食完嘢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喺銅鑼灣嗰度睇下新鋪啦。咁而家就帶 pizza 去我哋睇緊一啲深水單位嗰度，帶佢去睇下附近係點樣啦。跟住之後，我可能會喺度行下啦，行下其他唔同嘅商場之後，就可能會翻澳海城今日。收到花花的電話啦，咁佢就話喺澳海城附近，咁我就搭咗車嚟澳海城呢度揾佢。咁咧佢就今日都得閒嘅，咁所以咧就叫我幫佢 dress up 一套衫咁樣。跟住而家咧就啱啱落咗車喺澳海城呢一度啦，咁而家行去揾花花先。我哋鋪頭其實上咗嚟電梯，跟住之後喺呢一個位置就會見到。咁其實就喺澳海城呢一個大電視嘅後面就係我哋鋪頭啦。其實我翻咗嚟香港之後咧，我都係比較多去好景嗰邊做嘢啦，就比較少去澳海城呢一度嘅。咦？我發現我同佢好似撞衫，我係咪著一模一樣嘅衫咧？我好似嚟遠見到花花，定係同個客撞衫？同個客撞衫。哇！哇！你好日系喎，完全係《死亡筆記》入面嘅。哦，已經綁曬蝴蝶結噶咯，仲《死亡筆記》。係啊。咁我哋今日嘅任務係幫花花襯一套衫。係啊，佢話我今日著到《死亡筆記》全身黑咁樣，唔係，但其實好睇喎，我覺得係。有個 point 嘅，有一個係銀色嘅貓嘅。我好中意你呢一套。仲有我哋 Oprah Beauty 嘅裙喎。係啊，我 like 啊呢個打扮。梗係 like 啦。我覺得係我要換衫咯。我不如你幫我襯。我幫你襯。係咩？有冇冇話唔得嘅？試下。好啊。你襯喺度，我而家加翻你個黑色嘅。好唔好？好啊。暗黑係一齊死亡啊！但我想著，可能著褲。你想著褲得唔得啊？我唔得嘅，揾下咯。好。呢個係我哋啱啱最新款翻嚟，啱啱同事介紹過，再介紹翻咧。呢個有黑色，我覺得黑色靚喎，嗰個米色，所以我今日要襯翻。黑色靚啲，所以咧黑色嘅主題咧就有啲咁。我試下影出嚟啊！都幾顯身型。
我見過自己有腰係嘛？腰同埋胸部，胸部，有胸部，屁股，屁股，條褲咯，係咪要深色啲？深色啲，如果要襯翻我呢個死亡皮嘅話。露出少少嘅肌膚，襯翻你個爛手，都好喎、啊。全黑，有呢個先，之後再加加啲嘢，係咯。O K， 呢啲我買蝴蝶結，都話我個蝴蝶結好日系，係咩玩法？啊！真係好鬆喎、啊，底褲見到喎、啊。哇！好瘦喎、啊，呢、這個人睇下減肥成功啊！哇！今次真係真實紀錄減肥終於成功喎！真係成功咯，勁瘦咯！係咪瘦過我哋喺美國嗰陣時啊？梗係啦，係咁樣會唔得，要咁樣落。但其實我覺得嗰啲扣可以放在裡面，你呢個攞嚟定型定位㗎嘛，跟住再出面就加啲 decoration， 真係 decoration 咯嗰啲。我呢個會唔會 high 得滯，插親自己啊？一陣揾個嗰啲膠紙使唔使封一封啊？哇，好有 sense 喎，真係。好啦，呢一個就係花花幫我嘅打扮啦，跟住之後係襯翻佢嘅呢一套，咁我哋而家影張相先。暴力的我，好，這個是我的，切多個給花花，好 sweet 啊，好像很棒，是挺棒，我現在這樣拍有沒有雙下巴的？沒的，哇，好了很多，很大進步，可能會有雙下巴的這個角度，多得 Alice 天天在韓國鞭策，她怎樣鞭你啊？他咁 send 啲我好肉酸嘅相俾我睇，跟住之後不斷要挟我話我有好多你嘅肉酸相咁樣。好好啊，佢呢個激將法對你係非常之有用，對我就完全冇用咯。聽聽，你試食啊！你淺上，淺上。清新呢個樣，可唔可以試下有智慧少少嘅樣？嗨！我哋而家嚟咗尖沙咀，因為我係未嚟過 K11 Museum 呢一邊嘅，咁所以咧今日就約咗花花過嚟行下街啦，跟住就順便係睇下個海景影下相咁樣。拍拖啊！係啊，好浪漫啊！我哋影到呢一隻梅利號。一日嘅旅遊，係啊，可以話我係導遊啊。係啊，而家帶我行下呢一個最出名，我係未嚟過呢一度咯，未見過呢一棟嘢嘅落成咯。梵高的耳朵，我啱啱喺度影咗張相啊，係一個自由行嘅必經嘅地方。喂，我哋可以喺度影張相先。哇，香港夜景超靚，真係。好，而家我哋去行下呢一度啦。Let's go！我終於嚟到呢一個第一次聽人哋講嘅星光紀念，有 friend 啊，我第一次嚟呢度嘅時候，佢揾到放棄咗走咗咯。嚇，係啊，因為揾唔到呢一個掣。冇咁誇張係嘛？哇，係幾得意嘅，我覺得呢度。同埋有一陣花花所講嘅雲梨腩味，係好甜嘅。花花帶了我來這個上面的天台地方，超靚，
跟住之後啲戀人喺度互相擁吻嘅時候，我哋喺度影緊一啲90年代嘅 MK 相，俾大家睇。留意翻見集黑玫瑰，你睇我隻手。看看我哋頭先睇下呢個 pose 究竟係幾難先至可以做得，個圖先至可以扭得到呢個 angle 出嚟。真的很困難咯、啊！嚇我哋 super， 我哋有張我哋有張 super 啲啊，好甜噶真係。完全唔知咩事，我覺得呢張都還好，呢張冇咁好。我覺得我哋兩個不還好，我哋兩個唔得係咩意思？你又喂你呢個好潮喎、啊、呢、這個，但我哋踎安屎咁咧，呢一張好啲啲。呢張你拍我個表情。为什么我們在美國沒有拍這些東西？因為我們的行程太累太緊密了，是不是？應該是，我們應該很超過。Hello 大家好，剛剛跟花花走到這麼上下的時候，就相機沒有電了，所以就錄了一點點給大家看。因為其實走街已經走到九點多就沒有堂食了，所以就回到家才吃東西。回到家呢，就媽媽弄了這個雞翼湯麵，好像很正咁樣。咁好啦，咁我而家就要吃晚飯先啦。咁多謝大家陪我過呢一日啦。今日嘅 vlog 希望大家中意睇。咁遲下咧嚟緊，我就會公布參加雪姨嘅年宵。咁嚟緊都會有一個拍年宵嘅 vlog 啦，同埋希望到時會見到大家嘅。咁我哋下次再見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，就記住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 ，like 條片同埋 share 埋俾 friend 睇。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